林务局保育小站位于台北市大安区金山南路二段203巷22与24号，前身是日治时期总督府三林客的员工宿舍。台湾光复后，作为林务局的员工宿舍，以日式木构建筑闻名。其中最特别的是22号宿舍庭院里一棵树龄超过90年的台湾油杉，在77年由农委会公告成为文化资产保护法所明定的自然纪念物之一。行政院农委会林务局在106年正式将22号宿舍改为保育小站，成为结合古迹文化和自然生态的保育据点。保育小站采双拼双玄关，屋身基座垫高50公分以上，避免直接接触地面遭地气浸润。屋内广设气窗，有利于空气对流，并以拉门代替墙面作为隔间使用。窗户则采透光加的玻璃，引进户外和煦阳光，让空气与日光在空间中恣意流动，给人一种轻盈感受。林务局此次特地邀请吴学月举办阿美族野菜文化展，结合原住民传统采集文化与自然资源永续利用，新野菜美学特展透过四季野菜图鉴、原生种子、人工栽培野菜以及阿美族特有的打卤案，原汁原味呈现原住民族世代相传的采集文化。即日起至1111年12月31日，每周三至周日上午9点至中午12点，下午1点半至5点，地点林务局保育小站，台北市大安区金山南路二段203巷24号，敬请踊跃参观。记者林佳慧，大安区采访报道。